我这字体怎么样？特别好，是不是？特别能激励人心。准备。不是，这你贴的？嗯，不让贴啊。现在都这么直白了吗？我这不实在吗？你不想变有钱吗？你这样，你这把变有都摘了，直接贴钱都好，满屋全是钱。我应该贴脑门上，我怕挡住我盛世美颜。俗。怎么提前就俗了呢？你那么努力不是为了钱呀、啊？钱是我的附加价值，我是为了让自己更有。我跟你们说得着这些吗？你不耿直，我就想变成有钱人，这也不丢人嘛。就是。哎，佩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要传授给我们？秘诀倒没有，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多增进一下了解，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。变有钱了之后，大家分别想做什么？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我的娃娃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。别把外号打了，两岁了。那在这个孩子这个事儿上，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？虽然啊，现在医学很发达，但是一听到那些什么啥子。娃娃得的那些病，什么白血病啊、川崎病，还有脑膜炎。哎呦，天爷，老子就是，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行。好，大家注意听，这位是有孩子的，对吧？针对于这种情况呢，你应该考虑一个叫少儿重疾险。它其实针对你刚才所担心的这个问题，市面上有一些产品，对于比较高发的少儿疾病，除了赔重疾保额之外呢，他还会额外多赔一次保额，这叫特定疾病双倍赔付。记住了啊，推己及人，感同身受也是一种工作思路。要得。我不想变得太有钱，就是吃穿除了这些，然后我就想有点买游戏皮肤的钱就可以了。哎，最好以后那个退休了，我也是想买就能买。你现在就节约一点嘛，多留一些钱养老。真的吧？嗯，花钱不要太容易了，存钱好难。万事开头难，你不存，你永远也存不住。接下来抢答环节，来针对这个问题开始。嗯，好，刘峰。我啊，我又没抢。哦，不是你啊，哦，散光了。来，你说。当然是年金险。每年交多少钱，交多少年，什么时候开始领，每个月领多少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老了也有钱花。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年金险的收益不高怎么办呀？哼，你哼哼什么老在这儿，你有话就说。年金险的收益虽然不算高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年金险主要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规划。因为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，只要你签了合同，到约定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一直有钱花，这个月花完了，下个月又来了，这样不好吗？哇，刘峰可以哦。又可以啊。是不是裴姐单独给你补课了？这我用得着他？他能用得着我补课吗？他用不着我。今天咱们这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，保险是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的。我们卖保险的呢，卖的是未雨绸缪。我们只有提前帮客户规划好，让他们遇到风险的时候能从容应对，至少可以减小财务压力。客户有保障，他们越来越好，我们才能赚到钱，变有钱。接下来小谭给大家把试卷发了。嗯，我呢从业这么多年呢，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试题。考试时间30分钟。大家莫慌。是，这我就不用做了吧？第一名可要得到奖励的啊！我就是不想拿奖励，我怕自己拿到奖励，给别人吧奖励。最后一名给大家买奶茶啊！哦。哎，陈宇，陈宇。啥子呢？麻将馆又遭举报了？不是喊他们停下来的吗？咋个还在打嘛？好好好。我马上派人去处理这个事情，街道上已经下了死命令，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你等到。不是，主任，我怕是不得行哦。这帮大爷大妈都是我的老邻居，从小都是抱到我长大的。你说他们现在不和娃儿住在一起，我要是阻挠了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，我怕是以后都没有脸和他们打招呼的嘛。主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爱国粹啊，我不行。哎，主任，要不我去吧？你一个东北孩子，这事儿能处理吗？我试试呗。那我都到咱街道办来了，
不得融入大家吗？帮大家排忧解难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叫勇气？勇气，啊，这事儿成不成就靠你了啊！摇的摇的，哎，好，好那个，兴许他们看见我是外地人，更客气了呢。是，哎，那我去啊，主任。哎，行。哎，那你今天去试一试，你要是实在说不通，我再去支援你。哦，行，谢谢姐。那我去了，加油。加油啊！啊，有事喊我们啊！哎，走了，主任。哎，好，二楼哈，二楼，二楼。好好好，拜拜。也不知道这孩子行不行。哎。哎呀，我以为这面还没吃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小面，我每回救援队的队友都吃这个，真的不错，尝尝。可以，可以，行吧。可以。老板，死完小面哈。哎。吴云这孩子，我觉得真不错。虽然是个北方人，你看那个性格，还挺内向，这个稳稳当当的。你卧吴云，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挺好个小伙，你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？就是啊。那帮打麻将的大爷大妈，这也不好对付。是呀。他能行吗？我也担心呢，但是，哎，不过呢，我觉得是要去锻炼。你们先吃。我东西忘拿了，我再回电脑啊。好，我一会儿回来啊。迎难而上，是吧？你要在实践当中，和咱们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，要跟他们交流起来。行。你点的茶，请慢用。喂，肚子疼，啊，急插管，啊。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没有，去什么医院？行，那你有什么需要，叫我。行，去吧。不用给我倒了，我那个白口红该掉了。行，那我收走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要去医院啊？啊？行了，我这怎么了？愣着干嘛呀？赶紧送他去医院啊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这动不了呗。哎呀，把手机出去。哎呀，我真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我又不是中弹了，吃坏了呀，还怎么着啊？吃坏了，你怎么给我中弹了你啊？您好，您好，我街道办的。干嘛呢？啊，他们不给我开门，我上去看。不是，这多危险呀！你别又冲动啊。没事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啊。你慢点儿。哎哎，杨姐，杨姐，赶上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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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
赶上跑，赶上跑，赶上跑，跑，赶上跑，赶上跑，赶上跑，大爷，让我进去呗，大爷。出去，出牌，出牌，去去。大妈，二七周进，六万。哎呀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是万子。出牌，出牌，哎呀，七万，七万，七万。玩瞎了，个人摸到个人的，可不能打万子啊！六条别要了，六条。乱拉金宝说乱拉。哦哟！哎呦，这可不能打呀，这个点炮。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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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哎，刘大爷，又没点牌风嘛你？该打的牌打噻，那个牌，你怕他那个杠要死？哎，你看牌，你看就看噻你，你不还是啥意嘛？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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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得，你让我进来，我就不说了。你看又抓个没用的，那二万啥的都搁手里握着呢，那都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吧？你跟谁？这大爷现在全手里全是万子了，哎呀，可不能再打万子了啊！好，你进来，你进来，进来嘛！王磊，打开门。我又没答应他，你答应的，你去关去开门。让我进来嘛，大爷，你进来我就不说了。好，我去开，我去开，我去开，你喊你开个门都那个困难。我进来了。你去敲那个门。快点子嘛。我们已经打听过了，打五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问题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我们都懂。哎呀，娘娘。咱打小麻将确实没问题，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吗？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，确实不合适。哎呀，好小人啊！这打麻将不在居民小区，未必怕到无人区去啊？哎呀，哪个举报的嘛？哪个举报的？把说出来是哪个举报的？这里的每一家我都认得到，你只要把他的地址、姓名给我说出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群中的小人。哎，大爷，那个不至于说人家小人啊。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社区给大家公共活动用的，你们天天在这打麻将，那别人没有空间了，那也下象棋的、看书的，没地儿待了嘛，那人家心里肯定不痛快。哎呀，喊他们进来跟我们一起打麻将不就完了吗？啥子不痛快？对对对对。咱这个国粹虽然好，那也不是所有人都爱玩。再说你这一坐一天，对身体也不好啊，咱出去活动活动。我们在这儿动手动脑就是最好的活动。对呀，我们这儿就是活动噻。活动啊，我倒是想出去活动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您还是坐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哈，我儿就是医生，他就说了，打麻将老年人是最好的防老年痴呆的最好的养生办法。打麻将是锻炼大脑，但您在这儿一边打麻将一边还抽着烟。你这边脑细胞刚锻炼完，尼古丁上来就给干倒了，那也不养生了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我把话放这儿哈，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，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。大爷，咱别这么说。给他拿上，给他拿上。哎，亮亮亮，哎，放，哎，不能跳，不能跳，我们解决问题哈，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大爷，娘娘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，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。那我走了，还有别人来呢，这事儿他总得解决吧？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的，是不是？你非要把它说成是个问题，你不懂。我懂，大爷，我妈就是成都人，嫁东北三十来年了，还爱打这个川麻呢。我妈跟我说了，打麻将是小，大家在一起摆摆龙门阵，沟通一下感情是大，对吧？没错，没错。行，你们给我两天时间。我肯定把这事儿解决了，行吗？相信我一次。好，你说好的两天哈，那说话算话啊。哎，快吃吧，别喝汤了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不行，我现在上班时间呢，要不我打包带走吧。你中午就没吃了，你那会儿也上班呀？赶紧吃吧。也是。哎，你咋知道我中午没吃啊？我看出来的，好眼力呀！不是，我中午来的时候听你们主任说的。啊，我们主任说我来着。那他还说啥了？他夸你呢，工作积极又主动。啊。说话大声又有力量。啊。笑起来也挺好看的。哦，我们主任还说我笑起来好看。这个是我认为的。啊，
啊，是吗？是。嗯。我得先走一趟，有一个患者有点事儿，他找我。啊，那你快去吧，拜拜啊。哎，那你抄手怎么办呀？你帮我吃了。哎，啊行，妈，行吗？这没什么问题啊，就只是肚子疼吗？哎呀。可能是肠胃炎，先回去进食一天看看吧。现在夏天啊，最容易吃坏肚子了。对对对，哎呀！医生，我问一下，就我老婆现在这个状况，回去要不要吃点药之类的，还是怎么着？那就开点生理盐水吧，药就别吃了，毕竟还是孕妇。急性肠胃炎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回去注意饮食和休息啊。啊，好了。谢谢你啊，来，慢点。没事，我腿没事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啥子？有点吓我一跳哎！你啷个不开灯哎？我节约用电。老汉儿嘞？老汉儿早就昏过去了。那你啥个不昏过去？我等到你噻。坐到。哎，你每天都在忙啥子嘛？我上班噻。哦，你上班真的是太忙了嘛。哎，小妹儿是不是这个压力有点大嘞？我们可以适当的减一下压。跟狗蛋蛋他们出去耍一下嘛，哎，要不然就练个瑜伽呀，骑个自行车散个步都可以。啥子？瑜伽？啊，我哪有时间搞瑜伽哦？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。啊，又搞那套。别往下的话，坐起来。我在跟你认真说话。真的是好烦。不要把自己整得那么辛苦，身体要紧哈。要得。那我就去睡了，咖啡都喝两杯了，这杯你喝了。杨秀晶，你是不是和我两个有仇哎？肯定不得噻！我是你们妈，我很了解你。我跟你说，喝十杯咖啡，你照样该咋个睡还是咋个睡哈！不要跟我演。嗯，我走了。晚安，杨秀晶。咋个？我在喝咖啡，杨秀清泡的，他疯了。要不要看演出？哎，不去不去不去，这上一天班太累了，你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夜生活就是为了缓解白天的累。好，那我改天再带你去吧。Thank you。哎呦。到家了吗？演出顺利吗？那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起请上来吧。啊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演出的喜爱，你们的掌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。我们的演员和团队都很年轻，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想法和呈现。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会越来越精彩，也希望能一直得到观众们的支持和喜爱。
来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演得不错啊，今天都超常发挥啊，值得表扬啊，回头我请客吃饭啊。哎，肖导。导演。公演没剩几场了，演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是跟剧场签的约嘛，下一个组看王经理怎么安排。啊，邀请你加入我们工作室怎么样？我们下部戏排曹禺的原野现代版，乌镇戏剧节首演，你来当我的执行导演。你学戏文的吧？剧本方面可以参与，考虑考虑来找我。好。导演啊，我能和你合个影吗？可以。怎么了？准备一下，走啊，一会儿庆功宴去。我不想去了，你去吧。怎么了，到底？我发现你最近好像一直都这样。我妈可能生病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太高兴。总觉得我在这边干自己的事儿，特别自私。但是她检查结果还没出来。我又不应该太难过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情绪。小贤，可是你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人生了呀。等一下啊！嗯。慢点。知道。有点烫啊。知道。温度还行。不用了。来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就没反应吧？没有。哦。你休息去吧。没事儿。守着你，去客厅休息吧。真没事儿。行，那个就有事叫我啊，楼下待着呢啊，喝水啊。嗯。有事叫我啊。嗯。那，出气。今天多少号？9月29啊。9月29，苟丹丹欠苏邦丽一荣升迁。
怎么起来了？好点没有？好了，坐吧。说，我那个回去给你熬点粥啊，看你这连米都没有。你在成都有车啊？刚提的，想着这样出门你能方便点吗？你这是要在成都常住啊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最起码得陪你生完孩子，坐完月子。之后如果我们都不在成都了，就把车留给你爸妈，他们年纪大也能方便点。用不着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家人吧。需要的话，会一直陪着你，一起照顾孩子，哪怕是以前夫的身份。粥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啊。快走吧。虽然没找到别的有力证据，但是因为有了那次出警记录，所以你争取财产和孩子还是比较有优势。好，那我让他麻溜走人。但我出于私人角度和你说句实话，现在人们听见出轨啊，就爱劝别人离婚，那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抛开情感不提，婚姻的本质是合伙关系，拆开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更何况一旦有了孩子，对方也多了一层法律的保护，所以你就会更难。好。呀，谢谢邓哥，破费了。哟，太急死了，邓哥。哟，邓哥，最后一名噻。谢谢邓哥。哈哈，谢谢邓哥。手上活放一放啊，跟大家说个好消息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的新人培训期就结束了。从目前的反馈来说呢，大家都表现得挺不错的，业务也掌握得相对比较熟练了。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付出了很多杯奶茶的代价。我后来也得到奖励了嘛，这波不亏嘛。虽然我们的实习期结束了，但是从明天开始见真章的时候就到了。各位面前的这个饭碗到底能装多少米，全靠各位的能力和造化。当然除了这个个人业绩之外呀，对公司也希望各位多多做出点贡献，好不好？给自己呱唧呱唧。好，你就直接说吧，目标业绩是多少？每年3000万。啊，哎，还可以。哎，一年3000万，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500多万，还可以。哎呀，好多！哎，咱们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种，大家心里要清楚，对吧？你付出的多，你得到的就多。不是，我先说一下啊，我不用被平均，一年500万，一个月就40多万，我没问题。我不得信啊！有那么难吗？难，都这还没试呢，第一个月没开始呢，就先蔫儿吧了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给大家鼓鼓劲儿，来，快，站起，鼓鼓劲儿，对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直接火锅吧，姐。行，请大家吃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啊。现在咱们得这个奖罚制度分明一下啊，谁第一个开单，我肯定是请顿大的，地方你们随便选。每个月呢前三名，严重奖励3回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想知道，你刚说那个大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你想不到的那种饕餮。看这，不好意思，刚签了一个这个增额终身寿。哦，刚签的，热乎热乎。嗯，感受一下。可以，那就今天就我作为第一次团建啊，我作为这个组织者，我请大家吃，你们赶紧研究吃什么，好不好？赶紧研究啊，研究好了告诉我啊。来，饿了吧？来吃点烧烤啊。
今天不了，我今天请大伙吃个饭，团建去，有人开单了。恭喜啊，看来动员大会很成功。哎，别说的对哦，老一结果。不行，不行。嗯，好好。啊，好，那我先挂了。嗯，拜拜。咋的？选好了没得？我们都没得时间。全部？全部都没得时间。要得，那改一天嘛。好嘛。嗯，好。要嘛。哎，什么叫下次？怎么这说话不算数呢？不是，你们是都没人想去啊？不是，那我这那也不能咱俩去吃啊。咱俩没得时间，真的有事。咱俩不行吗？那行，我走了。哎，怎么？你知道何大屯有多难进吗？嗯，跟着他，哪怕做执行导。对错全都颠倒，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，那些妖魔鬼怪其实都是好人，他们是在渡众人，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，黄金子铺满的地实则就是地狱，囚虎把花金子带走，实则是换个地方拴起来，那些就是他们的原罪。让妖魔鬼怪融入故事本身，嗯，而不只是一种符号存在。我觉得对，就是把那些舞社啊、乐队啊，全都换成火社或者集市，这样既有乡土气息，又能多了一丝神秘的色彩。九喜，嗯，我越来越佩服你思路清晰了。其实我现在脑子一团焦，我也就聊起工作来能稍微平静一点吧。喂，不喝。哎，小朋友。哎，你好，姐姐问你几个问题，行不行？阿姨，你是哪个？哎，没事儿，我是谁先不用管。啊，我问你啊，你每天几点放学？啊，放完学几点写作业？写作业的时候爸妈陪不陪你啊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自己出来的？一个怀人跟着我，一个怀人跟着我，亮亮，亮亮，怀人在那儿，出来啊，亮亮，怀人就是他。哎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你干啥子嘞？干啥子？我什么也没干。刚刚就是他，我不认识他，他还想问我家里头的隐私。我是真烦死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那就是外地口音。不是，哎，真误会了。不是。哎，张江，真错了。那个是小福，我们街道办新来的。哎，我以为他是张云帆，竟然把我吓到了。大家也知道了吧？刚才的小吴哈，哎呀，误会，回去跳舞了，走走。哎，早点回去哈，好，跳舞哈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找人把水晶送回去。哎，你们跳舞嘛，我们大家集体跳舞。阿姨们挺热情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哎，你看我这怎么还让人当人贩子了？我得检讨一下我这工作方法了，是不是我长得？不是好人，不像好人。我长得像吗？你长得像啊，你一看就特别好。真的？嗯。
那你觉得我是偷电瓶的？你还挺记仇。这不管你干嘛呢？跟阿姨他们呛起来。啊，没有，我这田野调查呢。麻将馆啊？对啊，最近就这么一个烦心事儿。你说我也不能不让大爷大妈打麻将，你打了吧影响别人休息，我又寻思着能不能错峰玩，这不我就了解一下各个群体的这个作息时间。那你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呀。可不嘛，试试呗。这样吧，我陪你转转吧，这一片我熟。合适吗？当然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走吧。真的是甜蜜蜜哦。吃饭怎么来茶馆啊？我就爱来茶馆里吃饭呢。三位要点点什么？我来点饭。和你一样，只做熟人。那个随便上壶茶就行，谢谢啊。好啊，喝什么茶？你喝绿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，绿茶。今天真绿呀，什么时候来的？那他昨天刚来。我都来一个星期了，他一直陪着我呢，白天照顾你，晚上陪我。哪有的事儿，别胡说八道行不行？晚上陪你，你就值得这点陪伴。你说什么呢？两杯绿茶，一杯白水，谢谢。哎，放放放，别碰我杯。他不要，你帮我弄嘛。我不要的你都要。本来也不是你让给我的呀。你笑什么呢？我笑你好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呀？别在那闹行不行？嫌人家闹啊？你自己事儿不解决，人家能不闹吗？我来成都就是要个答案。交往还是分手？你给我个答案吧。你说话呀。都是我错，行了吧？啊，对不起。太恶心了，真受不了了。干嘛呢？在这玩深情呢？你俩在这跟我演古偶呢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孩子拴住男人？差不多太老土了吧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把孩子给打掉。拜拜。我的孩子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丹丹，干嘛去？不方便。干嘛呀？先生，我们这儿打烊了。丹丹是不是老来这儿吃饭？吃那个豇豆炒饭，原来都不吃豇豆的。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嗯。丹丹真挺不一样的，说不上来哪不一样，就是特别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还这么对他？今天真不好意思啊，
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，我是真挺搞不懂你们这种人。嗯，哪种人？渣男。渣男挺好这词儿，概括得体、简短、准确。渣男，你也没打算改，干嘛还要死缠烂打？我来这儿呢，就是为了给他道歉，想弥补他。没想到事儿搞得乱七八糟，什么也不是。我就是想和丹丹回到刚在一块那段时光。我欠太多了，我真放不下他。你是放不下他，还是放不下你的孩子？都放不下。你先把你的深情放一放吧。行行行，我虚情假意呗，是吧？不像个人，活的假，都看出来了。这倒是像句人话。假，真假。行了，这是钥匙。喝完记得把门锁上，然后把钥匙放在地毯底下。是假啊！再见。特别假吧？啊？真假呀！